祥如意，对不对？双和静思堂举办岁末祝福活动，场外的摊位就如同夜市，各种游戏都有，还能够学到常识。这样子也可以减少碳足迹哦。你看看我们的海洋是不是都被一些保特瓶啊，还有一些塑胶袋给污染了？以环保为主题，鼓励大家一起来节能减碳。鱼真的很神奇，一个垃圾竟然可以做成一只那么可爱的鱼。人家平常就是这么做，但是有时候会需要提醒。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话，原来不是只有妈妈告诉我说要这样做哦，其实在这边每一个人都这么做。用一个比较口语化的，让大家可以马上就了解到，这个地球暖化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就用你减碳了吗？推广蔬食，学校的主任最有说服力，穿起蔬果装和大家同乐。每个人脸上的笑容跟活力啊，看出今年的蔬食的一个主题，确实让人家有非常健康的一个感觉。热热闹闹把左邻右舍都吸引来，社区里的学校师长们也特地出席。校长最感谢台风天后蓝天白云的身影。校长就到学校里面来，因为他约的时间晚了一个小时，他到学校里面来，已经都打扫完毕了。他说：“你们学校没有台风来过吗？”回顾一年结下众多好缘，新的一年也会更加有朝气。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台北综合报道。